大家好，又到了史努比的手作时间。今天要做第18号刊跟19号刊，这一次呢又是新的场景哦，它是夏天场景，然后是史努比米格鲁探险队。那我们话不啰说，就准备开始咯。先从18号刊开始。是云，好可爱。好，打开教学页。一翻过来又看到这个，我真的是想哭啊！现在怎么就是每一刊都一定要有做一个纸雕 DIY 的概念？首先要先把这个云倒上去，它这个有孔，要对这个孔。这样，要把这个这样子放上来。左边跟右边的，所以这一刊18号就完成了。他再来是要做上一次的复活节这一刊。这个纸雕是要做它前面这边的草，我的天哪！但这个草看起来是还蛮 OK， 但这个花又要开始剪很小，我真的是想哭哭。先割草，好的，切完了，也断了好多根啊，还有小的。说如果就是这边贴完了以后，还有的你都可以放在这上面，让它更丰富。好了，我就不用了，就这样。第19号刊继续做刚刚米格鲁探险的，它
它完整起来。这样非常的简单，看来这个会很快就做完。毕竟刚刚那个手做真的太累了。可以教学页，先把这个墙壁，好，这个分开来。把它都回来。手笔要把它放在这儿，压紧。19号看就这样子而已耶，太赞了吧，轻轻松松，简简单单。那它其实19号看还有一个可以让丰富你的鸟巢组，用那个削铅笔，然后弄成木屑，然后把它放上来，但我懒得用，所以这个我就略过咯。以上就是第18号刊跟第19号刊。18号刊就是只有做了背板，还有云，还有这边的花草。19号刊就把这个完整岩石也放上来了，然后还有糊涂坦克这样过，米格鲁探险队，还有复活节，这是春天季节跟夏天季节。今天影片就先到这边咯，喜欢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，拜拜。